仍有不足，是有不满。别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别人，天下无完人，做人先做己，眼是一把尺，看人先看己，心是一杆秤，称人先称己。一个人的涵养当来自大度，来自宽容。一个人的修为是懂得包容，懂得尊重，心中有的是慈悲，口下流行是善良。记住，目中有人才有路可走，心中有爱才有是所为。愿你做好自己，问心无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